最近有一段关于演员刘涛展示自己如何卸妆的视频被传到网上，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视频中的他穿着白色上衣，用发箍将头发都留到后面，看起来非常干净利落。在他还没有卸妆的时候，他的面部妆容非常精致，之后的他便开始用卸妆水卸妆了。可以看出来他卸妆非常认真，小心翼翼地将眼妆和口红一一擦拭掉。网友们看到卸完妆之后的他，纷纷在下面评论留言，大多数网友都惊讶于他妆前妆后几乎没有什么差别，甚至还有人称赞他是不老女神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出，他的皮肤仍然细腻白皙，紧致光滑，就像是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一样，根本看不出他已经43岁了。卸妆完成之后，他并没有立刻结束，他还认真地对面部进行按摩，他按摩的手法非常娴熟，也许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这样按摩吧，按摩过之后还会再进行一些护肤，可见他非常的注重保养。他的皮肤保养得这么好，不仅和他每天保养皮肤有关，也和他喜欢锻炼身体有关。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他也是一个酷爱健身的人，平时会经常去健身房健身，偶尔还会晒出自己健身的照片，希望他未来的状态一直这么好吧。